哎，永亮，哎，洪先，变出师姐哦，哥要出来跟你晚饭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洪先啊，老吴，你会记得不？啊，哦，做海产的嘛，真正一个后生啊，啊，你有教阮两届嘛？对啦，啊，你即马嘛做师兄？是啊，我今年哦才受证尔，满游泳一年啊。很压抑说他会加入慈济啦，哦，因为小时候我记得，嗯，练小学的时候。 嗯，他好像三年级就我们本练放映国小，啊，他三年级因为爸爸住二林，他可能就是就转学到二林国小。嗯，那时候我记得，嗯，人家说他一天的零用钱就100块，我那时候早上5块钱，下午5块钱，他一天就100块零用钱。你是那时辈啊？对啊，我就那时候产生一种比较的心。哦。上人说两种教不能信，就是比较跟计较。